乘坐2823M 二号 A 到乐华村总站，过马路，然后上乐华南村停车场顶楼。咁我而家嚟到观塘嘅紫光隧道呢个景点啦。呢个由几个蓝圈圈组成嘅墙身，配合简单嘅色调，製造出美感和藝術感，再加上下午時分的陽光光線，淋布足獨特的斜紋，吸引了不少人過來打卡影相的。咁樓下都仲有一層嘅。咁我介紹到呢度啦，拜拜。